同修在儿童佛学班教小朋友念经学佛，他梦到问共修组负责人说，有时佛学班小朋友不听话，应该怎么做？负责人说，多点点小房子。以前师父有开示过，出外弘法一个星期最好要21张。请问儿童佛学班老师也是在做弘法，一个星期也需要21张吗？一样，你弘法你是在做善事，但是不代表你过去的业就能消掉呀。你要消业的话，你还得小房子。明白了。好的，好的。